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龙丹妮。为什么气运联盟就不可能，就不是气运联盟呢？我从来不觉得是我们要刻意去 use 一些东西，但是如果观众不去选择，请问谁的选择是标准？我们老是说有黄啊，有儿啊，什么什么蛙选、鹅选啊，这就是个玄学。那还是直播呢，天哪！你想想。就百口莫辩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都无法为任何人负责。不要老是说我们家有才华，可是才华又被看到，你拿什么让大家看到你们的闪光点呢？那你想想会有多么抓马，对不对？